大家好，今天来我表哥家带点皮哈，他的皮我都熟透了，没人吃，很多都裂开了，太高了，拉楼梯去。特别的大。大狗的七块是小狗，了这个大，好，先尝一个。啊，老婆就来一口鸡，好吧？啊，插了一口气，很好吃吗？好吃，就这个好吃。这都裂开了。好吃。嗯。好甜呢！哇，你多炸几天，把的也就，好多老朋友来多嘞，我都怕黑。你还你还跑你怕哈？我咬咬咬咬咬，就是咬，差不多可以，你个差不多没烂吧？你可以。你看这蛋了，你看我蛋了。哎呦，这人太肥了，上面的比较大，上面被鸟吃了，好几个都烂了。我表哥家都没人爱吃这个，我带点回去给我姐吃，我姐比较爱吃。这连一只一起搞断掰不容易坏。我在上面压着，往腰弯，我就他们在下面摘。压着。我跟你说，你别看了，干！哎，那给你。你要死啊！好，你。哦，那个海，那上面的比较大。你这上面，你这动过来动一下，动嘛你就尝。动就是好烂。哎，动烂不烂？还有吗？我这踏到了。咦，啊。上面的很多都烂了，都被鸟啄了。你个天下的嘛，你这个饺子夹的，你个饺子做的，饺子给好我夹好。走，嗯，那么就是。我那个饺子那个烂了，又垃圾。